你好，请问你是新同学吗？是的，我第一次来。你读什么系？我读经济系。你的教室在那里？我的教室在四楼。你有几个同学？我有15个同学。谁是你的好朋友？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词汇：新、同学、读书、系、教室、楼。有、几、个、谁、朋友、他们、都。我是学生，他是我的老师。我来台湾读书，我在读中文书。我没有台湾朋友，我没有台湾朋友。谁的教室在三楼？你有几个好朋友？他们在那里学中文。他们都在台湾读书。我们一起练习吧。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大明，我是新同学，我从日本来，我第一次来台湾，我在台北大学读中文系，我的教室在三楼。我有10个同学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